老公，这次出差，曼曼怎么没跟你一起去啊？他呀，我还有别的安排。我怀疑周平出轨了，那个人是子欣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们送下午茶。我看送下午茶是假，来试茶是真的吧？ 一个男人爱不爱你啊？有时候可不能只是看表面的。男人永远不会拒绝主动的女人，不过有些女人天生就爱轻贱自己，我不会让你们疏远的。你们现在老夫老妻的，早就没有激情了。他看着你就想吐，想吐的人是我。你就是想和张湘琴在一起，所以你才要离开我。我们没有出轨，周平和接近你是有目的的。有子欣。 走，逃不掉了。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他。你到底是爱我还是恨我？我只想要你别离开我。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。就是个人渣。